姐妹们好，家里面的茄子长大了，咱今天摘几个茄子做一个蒜蓉茄子，看一下今天的茄子长多好，一个大的，你看上面还有三个小的，收获满满的，回家去做。茄子洗净一分为二，中间拉两刀，别拉透，方便入味儿。上锅蒸熟，蒸熟后装盆，剁个蒜蓉，油热放蒜末，炒香放生抽蚝油，盐鸡精，小火慢炒，拌拌均匀，放青红椒，拌匀关火，放在茄子上，锅开再蒸五分钟，及时已到，出锅，撒上葱花，淋上热油，蒜蓉茄子做好了，这是奶奶的，这是我们家老大的，快给我看一下，看一下我做的蒜蓉茄子，吃一口哈。特别好哈，香而不腻，蒜蓉味特别好，特别浓啊，特别香，香，好吃。女孩，吃这些蒜蓉茄子好几个好几啊？好几个，没吃不起来，也好几。老大，蒜蓉茄子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吗？俺家老三吃一口。老三。来吧，吃一口，啊啊、没有头了。哎呀，咱家家人有时间做一下啊，真的油而不腻，真的特别好啊。行，